2024总统参选人运势，神明的看法。姜太公到场，神算千事。2023-09-16这一天，姜太公特别补签，四位总统候选人的运势，然后天选之人指为东方圣人来解签。我们来看看神明的看法。赖清德的签，东方圣人解约，走到一半跌倒，踩空跌落。侯友宜的签，东方圣人解约，神明要你别走这条路，必须跳脱这盘乌烟瘴气的轮回，因为你有其他好前程可以走，所以别走这一条。柯文哲的签，东方圣人解约，因为你有坏习惯困住了自己而不敢发挥魄力，那就乖乖的做个小官就好，除非你一改前签，就可再给你大任务。郭台铭的签，东方圣人解约，三道猴子的一天，好好享清福就好，因为你这辈子就是清幽命，根本不需要再去争夺什么，而你突然出现抢风头，大家也就当作看了一场戏，而你也就当了一场戏的演员，就只是出个名声而已。有个阿伯在街头乱走，就这样，就一起笑一下，无伤大雅，没啥事啊。因为你是好命人，前辈子修来的，上天给你这辈子超大财富，所以出头此举就只是个过客啊，路人甲乙丙。啊，这些就是神明对四位参选人总统的2024总统大选参选人的看法。我们再来看签师怎么写的。赖清德的签，岸阔水深舟已落，也就是太有自信结果翻船了，水深舟已落啊，翻船啊，就你太有自信了嘛，结果翻船了。第二句，路遥山险不难行，你看神明告诉你啦，非常的难走，危险，而你越看路难走，结果你越走越慢啊，你越走越慢就拖累到其他人啊，其他人就是把民众给拖垮啦。就像这四年十疫期间，政府官员乱下禁令搞风控，结果把整个社会生态的经济发展都拖垮了、拖慢了、没有进展啊。所以你要继续参选总统这一条路，神明告诉你啦，路遥山险不难行啊，好好思考一下。第三句，蛇行自有通今日。第三句神明告诉你如何帮助你，就是要你绕道才有通路，不要太冲动的往前冲啊，别直线往前对冲，不要太冲动，直线走往前冲危险啊。第四句，月上天空分外明。第四句的意思，神明要你抬头看看天，看看天是看看什么呢？看看上天，看看神明，看看神明的东西。你看看，你抬头往上看神明的东西，你就会发现没有那么难。你不抬头往上看神明的东西，你不照神明的方式走，你就会变成你自己困住自己了。
所以抬头看看天没有那么难，是你自己困难化了，然后后面的百姓都被你拖垮了，拖累了。这个牵丝倒过来看的意思就是要你用神明方式就可过显郡关。总统不是随便乱当的啊，要带领人民走向美好啊，结果最近这四年反而把人民带向困境了，越过越穷。所以倒过来看的时候，暗入蛇月就是要像蛇，要像月亮一样走弯路，不要走直线，叫做暗入蛇月，像蛇像月亮一样。然后第二句，阔爻行上，上行爻阔，上行就上天嘛，就是说上天神明的方式很宽阔，真的要你那个什么，国运签2023就有讲啦、啊，唐太宗令五妹娘赏花，神明要所有旧官员赏花，神明的花。抬头往上看，很宽阔。第三句，水山至天，天至山水。这一句话意思就是说，山水都来自于上天，都是上帝发明的。所以呢，山水的问题，所有的设计问题、民生问题，解决方式都来自上天的方式，绝对不是你们所讲的什么宗教民俗信仰参考就好，切勿迷信。你继续告诉人民这一句话，你就等同于在跟上天神明对抗啊。所以第四句就来给你了，身显有空，因为你跟上天搏斗了、啊，就魔鬼跟神明搏斗嘛，所以你非常的危险，你的处境危险。身显有空，有很大的空洞，那个空洞就是一个天坑啊，所谓的天坑，你的路有空洞，犹如天坑踩空。第五句，周部通分，通分部周分通，部周就是要你鸡蛋不要放同一个篮子，要分开放，才不会骨牌效应全倒。这个就是神明在教你如何做事情啊。再来，易难经外，这很明显啊，你会有困难，你会出问题，都来自于哪里呢？来自于外面、外边。也就是容易在外边外面跌倒，外边外面就是台湾的外面外边嘛，你的困难都来自于台湾之外。再来，落行日明，明日行落，这一句话的意思说，好的话就好，坏的话就是坏，因为念过来念过去就是一正一反的意思啊。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今天你开始走，明天一定会跌倒，然后跌倒之后你才会知道生命是对的。再来看侯友宜的签，生命怎么讲的，行路难，行路难，今日方知行路难，前程广大何足虑，勉励今朝度此滩。你看里面有三个难，其实有四个，因为渡此滩那个滩也是难，加了三点水嘛，所以难上加难啊，行路难，行路难，危险啊，我的爷，侯爷，这路不好走啊，今日方知行路难，结果你走下去了，你发现这路果然真的不好走啊，难走的要命啊，难字一堆一堆难字，然后你就干声连连。第三句，神明给你解脱了，安慰你，
你的虔诚广大和主旅，神明跟你说，其实你有其他好路可以走，就别走这一条呗。第四句，勉励今朝度此贪。神明告诉你，今天抽到这一支签之后，你必须要马上放下，马上脱身，要跳脱这条不归路啊！不要跟那些人淌浑水啊！再来，柯文哲的签，神明怎么讲的？未展英雄志，你看，你的雄心壮志都停在心里面了，没有展开来。为什么没有展开来？有其他大佬的压力把你压住了啊！未展英雄志啊，展不出来嘛，就像郭台铭一样啊，要展展不出来，因为被一些其他老兵给压住了嘛。这个新兵想干什么，一直被老兵给压住了。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，想爱又怕受伤害啊。你踏出了一脚，结果另外一只脚却不敢动啊，就矛盾嘛。第二句，持驱不淡劳，也就是瞎忙乱忙，摸不着边际啊，然后只能够任人差遣啊。第三句，敢将修旧谱，这个旧就是不好的事情啊。神明跟你讲说，你必须鼓起勇气去做反省、忏悔、认错、改过的动作，因为神明知道你有，许多错误的地方，旧嘛，那个就愧疚嘛，就很多对不起其他人的事、坏事情，神明要你去反省、忏悔、认错、改过啊。第四句，西北夺前标，你有照神明的方式去做，你就能够出头天，真正的再一次出头天。因为当市长只是一个小头天嘛，或许还有比市长更想要的一个位置，你必须照神明的方式去做，受洗之后即可再射箭，而且能够一箭命中。郭台铭的签，神明怎么写的？万里波涛尽，这个意思就是别人家在淹水，碍不着你啊。因为别人家、别的国家、别的地方在淹水，离你很远啊，不会淹到你啊。因为你的生活一样很平静，万里波涛嘛。别的地方在闹水灾，很凄惨，结果你在这边很安静啊，你的生活一样很平静。就是说，别人在挣扎，你不用挣扎。这个债是要打这个债，别人在挣扎，你不用挣扎，因为你上辈子修来的好福气，这辈子让你好过，万里波涛尽，你就安安静静的过一生嘛。第二句，一天风月闲，因为你太安静了，你觉得太无聊了，结果你这一天突然蹦出来，就好像那个一夜风流一样啊。一天风月闲啊，你突然闲闲没事干，来个风流一日游，抢镜头、抢版面，就是所谓的刷存在感啊。第三句，立名无阻隔，你这样子这些作为哈，只是名声，只是有个名声而已啦，创造名声啊，也没有什么威胁了，别人不会对你怎样啊，你就只是名。本来就有名声了，现在要多这个名声而已，凑热闹了。对了，凑热闹了。第四句，行路出重关，哦，凑热闹啊，就跟着躺着浑水啊，犹如有个阿伯跟着那些三道猴子耍酷过弯啊，就这样而已啊。哦，所以这些都是神明的看法，对2024总统要参选的这四个人选的看法。
What's heaven? It's a peaceful place in the sky. Are you going to heaven? No. You gotta be a good person to go to heaven.